淡声唱哦。有办法做到吗？笑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还没有讲到重点。它其实是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有的时候在海里，如果不会游泳，掉到海里去的时候，我会渴望抓到一个浮板，对吗？啊，我好像不适合投屏，我是战友。我的意思是，它总要有那么意思吧。所以呢，这个借喻，就是借比喻的意思，就是说，
如果你在人生里面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我希望有人可以扶着我，或是让我抓着。那么他代表着我这么几十场的演唱会扶着我的那一个，快不行的时候他都要支撑着我。希望呢，我的歌也能够带给你们这种感觉，就是我本人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们的漂浮物，可以吗？我有这个，我可以有这个希望吗？我可以有这个期待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么我就放心了，不然我看他下一场就要换成别的了。对，其实他 OK 的，因为我们这一段是森林。森林的精灵嘛，夏日的森林，你们有看到这种夏日的感觉吗？还是这里本身就很热？那下次我们要做冬天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好，其实我们是这个有点像精灵的森林世界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其实要请我几位乐手老师上来，看一下，你们给他们一些掌声。